再说了，你能当狗熊吗？狗熊那么魁梧，你那么苗条。你看，所以你只能当啥来着？掉下了，蓝大飞掉下了。是不是想死啊？海豹，妈妈不爱你了。哎，为什么？我第一次头一回听到别人喜欢做别人妈妈的，这网骂口，就是网骂呀、口嗨呀，我就听过想让别人叫他爹、叫他爸爸的。我第一次听到别人爱叫他妈的。那我是女生呢？那你自己动不动都跟人家说我把你妈，你知道吧？对啊，发跪杀。那你还做他吗？我又不杀他吗？真的，今天母亲节，我多么想看你们母子，再加上不，你们母女，再加上你弟弟，加上你爸爸，坐在一桌，其乐融融的打麻将呢。那不行，我弟弟今年好像不放假哦。他是不敢放假吧？哦，我在网上看到一段话，就是说，他们发现不管什么字儿后面加个儿，就会变得非常可爱。然后下面评论有个酷儿。哭儿，就是不管什么。二楼我的，谁他妈上去啊？不是我哟，我没有飘了。也不是我哦，飘了，多多是不是飘了？那你一楼也捡了，我一楼没东西捡了，你我才上。我一楼捡啥呢？我一楼啥都没捡。那你咋？那你咋会比我慢呢？呀呀呀！有没有吃掉子弹来一点呢？挂了一块鸡。没有，没有，分子。可能跑到纯净网。哎呦！哎呦，这个倒水的声音哦！这倒水声音好养生呐！哎呀，海豹，你那个麦克风有时候你背景那个杂音太他妈重了。声音太好。还行，刚刚那个。吓我一跳，兄弟！来点去掉子弹。没有。二点五枚子弹，快来呀，快来呀！把我的，这把我的，这把我的，这把是我的。快来呀！叫什么叫？幸好他妈蓝战飞把他干掉了，要不然我就闭气了，兄弟。我早知道上半，我每次走左边都会发生血光之灾，以后不走左边了，我宁愿蹲在蓝战飞背后。每次走左边都有血光之灾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每次我都说我要走右边吗？我懂了。八倍镜。而且为什么我刚刚走着走着啊，不是被扶起来的时候枪里是22发子弹，站起来之后枪里多了一发子弹呢？bug 可能是老天就是奖励你的，你知道吗？这还能奖励一发呀，复活币吗？这个好的二级头啊，纪念你最菜的时候。什么鬼，我以后真的不走左边了，左边不是人走的，都他妈喜欢卡那边。还有枪吗？还有枪吗？我说没有没有，要枪没有，要命一条。这时候说个 SCAR 的先别说，得有甲呀，没甲咋换？哎呦，这有好的二级甲，标点了。我来了 ，Where are you？ 我们拖塞板。你好好说话，再不好说话，我把点给取消了。联系要吗？联系。要了，那我这上不死。刚刚来了，我看到跳人了，蓝楼。5.556喽。那我就帮你们加枪去吧。标点的房子，最近多打 SCAR，M4 我已经满级了。哦，可以，那我就 M4 打。把想办法把所有武器都打成100级，冰九四也打手枪有点困难吧？手枪不打了，去你大爷的吧！那想一下算了，那就有 M4 换 M4 吧。讲了一下，别呀，你 SCAR 不是随便打打吗？关键是满级没啥用啊，装逼啊！我并不觉得，因为你没用满级很装逼啊。
因为你没有。我并不觉得满级能装备，只要你打了九，是人是狗都能满级啊。你相信我，你要是有满级的枪，你早开始装。车库有车库。我不会。很屌的人才会满级。先偷我的啊！别抢我的包啊！偷那个谁，走的最快的那个，哎，哎。算你识趣啊！难道不是有人吗？咋没动静呢？没动静，等我打你了就有动静了呀！真不想队友说好。不是啊，我是跟你说了，蓝楼那边有人，你要当心。我连上。酒吧可以有人要吗 ？Surprise！ 酒吧可以有人要吗？要点了。别跑，臭小子！你在哪儿？在我脸上。你脸这么大？牛逼啊！牛逼牛逼牛逼！我三百有吗？火爆猴！什么？有人说三百。标点什么？标点那有个酒吧可以去吧？火爆猴。好。还有什么？火爆猴。火爆猴。你，我就是火爸。我操！火爸，报应，报应！这个兵硬在这个楼，哇！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报应。报应来了呀！好惨的可达鸭。从口出。可达鸭好惨的。可达鸭好惨的可达鸭。祸从口出，知道吗？他可搞的，可达鸭老牛逼了，可达鸭也是秃的，我看他头上有几顶毛。哦，教你做人，知道吗？吓死我了，他阴在那个房间里面。我咋没看到呀？为什么动不动能？标点有九八 K 啊！哎呀，要赶紧要。我在找。我在板谁要？八倍镜有人要吗？可达鸭。去你大爷的，我才不是卡比兽，卡比兽是另北，肚子比我还大。干啥？我是杰尼龟。你是什么杰尼龟？我是杰尼龟。你是可大鸭。杰尼龟是海豹。我自己是黄。二八是蒜头王八。我是比干酒。那不是那个不是蒜头牛蛙吗？我是比干酒。放你妈些屁！你皮卡丘，你是卡比兽朋友，卡比兽是令北啊！你想一下像不像这两个逼，动不动要睡觉，令北是不是动不动？哎、我跟你说，哎，后面有那种新的小精灵，有个长得像哈巴狗的小精灵，那个他妈的是令北。火爆猴，火爆猴老猛了！我跟你说，火爆猴他妈猛啊！他妈就跟你一样的，拿拳头一路猛打。我叫火宝。好的，火爆猴，那不就火爆猴吗？火宝，你们不懂什么意思吗？火宝，有人在楼上蹦迪，走不走？干不干他？干毛啊！别冲着，我看到他了！哎，看到他了，弄他！哎呦，nice！ 这个逼，啊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贼他妈阴！顶楼三板还有好的防弹衣吗？没有。好阴这个逼！顶楼楼顶吗？让我想起了那个侦探卡比丘，比卡丘侦探那个，让他放死万福特在斗兽场上拉了坨屎。啊哈！他又不是要憋吗？在那里撅光屁股，他忘记怎么放了，憋了坨屎出来。电影里面吗？对，贼有戏。我还没看。不好看，不好看。就如果你是从不小心没有那个、不好看的还得去看看呢，还行吧。如果你最近想要看电影，建议你去看那个，看你要看什么类型。悬疑的话，我和令北去看那个《宠物小精灵》，你可以去看那个祈祷落幕时，贼好看，贼烧脑，贼有意思。日本的，就也是讲那个凶杀的，就悬疑推理。可以。就但凡你如果缺动漫。缺电影，尽管来找我，我都能给你分享好看的。可以，我是真的阅片无数。阅片无数这个词不是这么用的吧？不是这样是怎么用呢？
这阅片无数吗？你不去某个部上班，真的可惜了，朋友。真的。然后目前我印象分最深的那个日剧还是那个，那个叫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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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，忘记了，一时间想不起来。哦，你是鹅，你是鹅呀？不是，我想起来了，因为那部我也看过，就是蓝色飞剑上的。你真的哦啊！非自然死亡，非自然死亡，对，非自然死亡。好看，真的好看。弄着弄着开始发挥本性了，朋友。那个歌也仰天长啸，那个歌也很好听。噔噔噔噔噔。科幻片嘛，最近这些年科幻片，你可以去看那个升级，就升级，就好像打游戏打怪升级那两个升级，那个讲人工智能的，贼有意思。智能？你怎么跟死亡不一样？人工智能，笑死我了。嗯，那你来个读个娘娘。人工智能。你读个智能来听一下。智能。大哥也别笑二哥啊，五十步笑百步。我本来会的，被他这么一搞，我不知道怎么念了。牛奶你也不会读啊，牛奶。牛奶。哦，他只会读 N 的音，他不会读 L 的音。我会。那乐都分不清的。来唱一首，唱一首《两两月色》什么什么，唱个来一个。两两月色。我会，真的会，我不是分。哎，你们听我解释。来，娘娘的月色。来吧。你不是，你先听我。你先唱一下，唱一下，试试胜于雄辩。我怕我唱了你们不信我。你来吧，你唱出来我们不就信你了吗？对啊，你唱出来我就信你。来吧。他现在不会唱了，他不让他硬要发那个音，他就不会开口说话了。我不唱了，我真的会，我只是分不清，但是我是会。还过去了。我只是有的时候会搞混，但是我是会读那个音的。会个屁！你永远 L 的音是发 N 的，永远 ，always。他在板材料。蓝战飞，蓝，蓝，啊，也就一个蓝战飞了。蓝战飞，蓝蓝的一天空。来，再来读我名字，来，乐一安，来一次。乐一安南。乐一安南，可以。乐一安南，牛逼。乐一安南。乐人家乐安兰乐一安那不是连吗？乐一安的，人家没让我这么练的，人家没说来乐言来，他说来，我来怎么读的？乐一安南，哎，牛逼的嘞！谢谢 S 超级狗送的棒啊！哥文滚！哎，来了，赶紧来个人！来了，在楼顶哪呢？娘娘约瑟，那我现在喝跟磕我是分得清的，喝水，磕水，八位姐来用一下，喝水，我有，喝水是什么？我有了，喝水啊，没错，你现在喝水，黄色，你搞黄色。黄色有点狂了。他难道那可露露？哎，你知道他有多恐怖吗？老姜来拿蓝啊！你知道他有多恐怖吗？他刚刚已经，他明明有八倍镜，但他看到我背上有八倍镜，他就已经习惯性的所有八倍镜。小何，八倍镜来爽一下。啊，他问你要了，我都没听到。对，但他其实有，你知道吗？牛逼！我普通话很标准。我普通话很标准。我普通话很标准。老姜，你太装逼了啊！干嘛？我死了我还装逼？没有，赶紧死！你又不是锤死我？你有没有锤死我？他妈死了你也说我装逼？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？没有，我不是为了说你装逼，我是为了说装逼才说装逼。装逼！你这个人别逼我打你啊！日月修法，
自己出发。很包拯。总感觉这么一读就不是什么好词。对啊，他昨天这么夸我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我很色情，你知道吗？谁呀、啊？自愿修。昨天关键不是说我了吗？说陆姐自愿修吧。当他这么一说，我就感觉我这个人都不是个好人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昨天他都生气你不来？为什么？是不是瞧不起图图？如果你瞧不起图图的话，我们就是好朋友了。对，那我们是好朋友了。海豹，告诉你一个消息。你忙上去啊，图图。海豹，告诉你一个天大的消息。嗯。8月17号，我生日。哦天哪。哦，7月23号，我也生日。那比你还要节，兄弟。我7月29号，朋友。你生日你想要啥？跟哥说，哥都不可能送的。对。你最后一句话说的不是白说吗？那跟你说有啥用啊？把老鹰捉小鸡呀、啊、你！我护犊子，你看不出来啊？你在装犊子啊？海豹说的。啊，这不抓到了吗？哎呀，完了完了，他吃到你了，海豹，你死了！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了，你已经被老鹰吃到了。将来还是几号生日啊？不是，你刚刚根本没有听我说话吗，朋友？我太伤心了。没有，你几号生日？29。上年你生日，我请你吃饭。今年可以，今年我请你吃饭。可以，我也送你点东西吧，因为我也知道你需要点什么。对呀、啊。别，那都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我日死你个爹！我不要。你不要什么？我都没说。我都没说，反正我不要，这样我感觉不是生发水啊，就是假发之类的东西，不是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没有我这个东西宝贵，我这东西你拿去直播间抽奖拍卖，你都能拍到很多钱。你要给我啥？我给你一条毛。我还在那个头发上面，在写出，在那个头发丝上面再刻出蓝湛飞三个字。好有收藏价值啊、哦！贼有，看我，看我，你是我哥肉知识，他想得出来的。看我，看我，海豹来表演一个，我看一下。这个二八天天玩，这你知道叫什么吗？我没看别人玩。这个像打的 K， 这个像打的 K， 这个就是打的 K。我看一下。打打鸡，海豹，我们一起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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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。谢谢 BB 大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快点，妈妈爱你，快点起来。快点。不好意思，我妈跟我说不要跟傻子。哈哈哈！打多人的，打多人的。那一车四个人。哎呦，好急！那打谁啊？快点嘞！这个石头后面还有一个，石头后面还有一个。快点嘞，快点嘞！这连狙用的。哎呀，完了！身败名裂了，身败名裂了。Nice！ 啊，可以晚尊了！哎，我的天哪，不是蓝湛飞打的。找了一个那个。牛车旅馆，汽车旅馆搞定一个。没有空投。汽车旅馆搞定一个，我要去 run， 你帮我下。我只有三倍血。好。看见了，海豹，我看见了，我能打他的手。从头那掉下两个，从头那下两个，输出。
挂挂，别露头挂。不露啊你。暴力挂，别露，暴力挂。他人在哪？百分百暴力挂。拉开手了，我一倒没关系，等他走了，咱再过来救我。百分百挂。你什么玩意儿？你没配件、啊。可以下来救我吗？给我多点子弹。可以下来救我吗？我来救你。他开车走了。我来救你。这个是自瞄锁头加无后座的，不要给我扔烟。开车走了，开车走了。暴力挂。终极无敌爆炸螺旋挂。想打我，小贼？你说如果他是三头，大的把我们两队都杀了，咱们多尴尬。你确定不要封烟吗？你看。你说疯啊，你疯啊。我跟你说，瞬间我就有了安全感了，不知道为啥。我这里是白西班，有种不是我呀。卑鄙小人，你打得到我吗？嗯，你别装逼了，我刚才都被他补了。那个人的 ID 叫什么？我爸被海豹搞去了，我想说飞哥说他们发配走了。啊，你那皮炎豹，首先就把皮炎豹。他们决一死战。牛逼起来，皮炎豹。皮炎豹他不在那了，皮炎豹。海豹不跟我拿八倍，我是不会去拿飞哥的八倍。我不拿飞哥的八倍，我就死不了。这就是蝴蝶效应。那挂贼牛逼，我操！飞哥暴力有连狙。终极妖是子弹追踪。没事，我等一下出去再举报他。我有录像。啊哈！这个好像就没有挂。看到你弹幕了，怎么了？那个 AK 你就小心点，跟他 AK 走远一点。终极暴力，你别就是那种亚夫那种终极暴力挂，你别露头出去，什么打提前枪没用的，子弹追踪的，就跳过去就两千头。打我的那个不是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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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我等会看死亡回放吧，你别打不争气啊，我这把这么猛。逮谁杀谁，你等我看完。是他吧 ？I don't know 啊，我不认识他呀。I K 的，反正你小心，忘记什么 ID 了。我再给你想想。是杀我们的那个吧，飞哥。不知道，我咋知道？让我看一下。啊，那个 D F 汉好像是这个，好像是这个 D F 汉。哦，他被人打倒了。这啥字？是这个 D F 汉吧？是吗，管总？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是这个吧？哦，是他，他队友有三级头，你没补他。他脚下来人了，他挂必杀了呀！补不到。哎呦，一队挂！牛逼了！一队挂。你这垃圾98K就别用了，兄弟。他这个
海豹不能用单狙啊，不能用单狙啊！一对瓜，一对瓜。哎，撸头就打！我操，救起来了那挂！我操，那挂救起来了！他们一对挂，就算那个挂被救倒了，他们还有挂。就别打他们了。那，你打他们怎么进去呢？迎头即开，真的。齐心协力，然后他们俩是一路人呢。然后他把你杀了。哎，他来了。对，他杀你了。你本来杀他多好。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没有啊，刚才本来就是想让大家统一目标，做掉那对话。但是他不是这么想，我们是这么想的。想办法举报他，大家都看录像，举报他有没有？我卡弹幕了，我要切出来一下，各位，我切出去。干嘛？吃毒开车，要不然。第五包毒，更是毒开车没了呀。六包，哇，猛杀！我操，这三个挂猛杀，这三个挂感觉就没打过卡克服一样。忽然来到了世外桃源，全部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。啊，他用他的先例猛杀，享受着快感。哇，真爽！哇，真牛逼！我真厉害。再发个朋友圈，你开着不会开到一半被干死了吧？然后再发个朋友圈，嗯，全家死光了，我操！太难受，有时候生活就是这么的天灾横祸，知道吗？特别的突然，自己在开挂打人打得爽死的同时，不小心全家炸了，哎，原地爆炸，哎。啊，是不是他们？ Nice. 是不是他们？他们不是他们，他们被堵的。不是、oh. 你这单狙真的、哎，头顶上，对，那两个。对他杀人了。他们。他看你了，刚刚哦。打药，真打头，你别管后面了。没有人。不打没戏。唯一能杀对面掉一个挂的机会你都放过了，两个那个人趴着那你都补不到，真的菜啊这单狙用的。没血了，朋友。没。他能看到你血量的。他没要了。他能看到你血量的。哦、天哪！哎，都给他举报一波，点个关键先。要我操！我没举报，算了，你们三个举报。没事，你点个关键就行了。我出来了，我已经。好，我们看看挂壁怎么打。Sugar Free。哎呀，这是打完这局游戏，开心的一批，发现家炸了。你说他们现在觉得自己现在必赢了，要不要关把挂关掉练技术？他都开挂了，他还会想这个东西吗？哎呦，开挂的狗逼从来不练技术，不小心。他连家里人都不要，他户口本都不要了，朋友。我去上个厕所啊，没了。但说实话，哇，他我跟看了一场没啥。他演起来了，兄弟，他演起来了。他刚才四枪没中，啊、哇！他把挂关掉，在最好的位置练技术，哇哦，哇 ，unbelievable！ 真的，人间活畜生 ，unbelievable！ 他就开透视了，他没开锁头了。在那练枪法，这个盲视野他能知道下面有人，真他妈屌！厉害，先举报，猛举报！哎，我们开下一把走啦！赶紧排进去，不然要排到这四个逼了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！